的，拿到小礼物的同时，脸上都洋溢着如此开心喜悦的笑容。这是你已经见人，希望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能够透过这一份小小的礼物传达到每位好朋友的手中以及心中哦。而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刻呢，都已经临近，内心也充满了相当许多的感谢，要送给我们全场的好朋友。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新闻官。刚刚那个中研院的六十公跟六十火一些女性，那还有在场的IBM 的老板，还有一任中的杜根先生，以及亲爱的爸爸妈妈、阿妈，还有亲爱的老婆，还有各位在场的嘉宾，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林青一直说，林青的爸爸一直说我是一个很 lucky 很幸运的人，所以我刚刚 MV 的主题曲就是 Must 的 Lucky。 那为什么说林青是个很 lucky 的人呢？不是说我特别容易中乐透，或是说特别容易抽到大奖，那是因为我认识了在场的各位，因为你们从小到大给我的鼓励支持，以及在工作学业上的帮助，让我今天才有今天的成就。那我也很高兴，也很非常幸运的，因为学习英文的关系而认识我家的老婆。那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指导还有教育，还有他们不吝惜任何成本，非常用心的栽培我，以及丽颖的爸爸妈妈对丽颖的栽培，让我能够今天遇到这么好的女生，然后跟她结婚。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我的婚礼。那希望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好，现在是我们新郎官了，而且接下来我们邀请丽颖讲几句感谢的话，来送给我们全场的好朋友。各位长辈，然后我的同事，各位亲朋好友，啊，各位来宾，谢谢大家来莅临，就是我跟林青的结婚典礼，很高兴就是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朋友，就是给我这么多的祝福。那让我觉得非常开心。那在这边，我特别想要非常谢谢我两位从日本来的朋友，就是一位是 Joko さん跟 Mahomi さん。今日はわざわざ私結婚式に来ら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自分のすべてを受け入れる人を見つかって、私は本当に幸せに思い。今後も幸せ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でこれからも私のご支援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谢谢大家。首先就是我们新娘如此诚意满满的感谢哦。人家说呢，新娘手中的捧花就像是捧在手掌心里的幸福一样，象征着最珍贵无比的幸福。那今天看到我们丽颖及林青两人如此幸福的模样哦，丽颖呢也想要把她这份幸福能够传达给她的每一位好朋友哦。这边手中有一连串美丽的名单，稍后呢我们唱到名的好姐妹们千万不要害羞哦，我们赶快往前上台，跟我们丽颖及林青两人来分享这个幸福的捧花好不好？首先来欢迎我们第一位好朋友于恩。于恩有在现场吗？来，邀请你直接上台哦。紧接着后来欢迎我们婉君、婉君、陈鹏、陈鹏、嘉玲、嘉玲、阿妙、阿妙、Cindy、Cindy、沈冰、沈冰、嘉纯、嘉纯、逸轩、逸轩。紧接着后来欢迎我们最后一位的好朋友玉婷，玉婷。以上一共十位美女，来邀请您上台，分别站在我们的新人左右两侧，跟他们来分享这个最幸福的捧花。还没有上台哦，来邀请我们还有的五位美女在哪边？我们是不是还有四位美女没有在舞台上？广州乐的阿妙还有小金一起上台。
小姐上台，请大家掌声鼓励。上台哦！我们先跟新人再靠近一点点，让我们摄影师先捕捉一下画面呢。我们十位美女就一起用力的来争取属于你们的幸福喽！我们三、二、一，请用力来揭晓我们的捧花得主是，恭喜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掌声的来恭喜你！而这边舞台上这么多好姐妹呢，是不是有些祝福的话想来送给我们丽颖以及林青？我们先请我们捧花得主来讲几句祝福的话来送给我们新人。大家好，我是那个丽颖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念淡江日文系的时候，有五个最好的朋友。然后之后我们就，没有没有，因为我就是让你感动，然后希望他可以永远幸福。掌声来，谢谢我们这位好姐妹哦。而今天赛后呢，我们有其他好姐妹想要讲几句祝福的话来送给我们丽颖以及林青。大家好，我是丽颖的高中同学，然后谢谢林青的出现。然后丽颖，你相信我？大家好，我是丽颖的高中同学。不好意思，大家好，我非常爱哭，所以请多多包容。我跟丽颖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然后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分享彼此的工作、心事，然后生活上很多的困难，但是也非常开心。我能够这么幸运的拥有另一张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这段时间也非常开心可以认识林青，因为有他在林身边的照顾，林青的善良跟开朗都让我们非常放心，能够把林找到他的手中。希望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不然你就等着看。谢谢。掌声来，谢谢我们几位好姐妹热诚的祝福哦。我们今天以及林青也相当贴心的准备了份小小的礼物来送给我们台上这几位好姐妹。Thank you.
缓缓地步上你的幸福座位喽。而稍后呢，我们新人以及双方的主婚人将进行烛桌敬酒。那我们今天现场都有相当专业的摄影师，所以双方敬酒时呢，各位好朋友们只要坐着就好，方便我们摄影师捕捉这个完美的瞬间哦，谢谢。